开经济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即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。尔时世尊时时着衣赤膊，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其城中次第乞役，还至本处，饭食已，收衣钵，遣足已，趺坐而坐。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住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”佛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住诸菩萨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：善男子、善女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。”佛告须菩提：“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所谓不住色不殊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不可思量否？佛也：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佛也：世尊，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佛也：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既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现如来。须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否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如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世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须菩提，
于意云何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矣。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圣贤，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所舍得福德，宁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既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既非佛法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，能作是念：我得须陀洹果，不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声色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含名一往来，而是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耨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耨含果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耨含名为不来，而是无不来，是故名阿罗汉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者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于阿罗汉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：我是离于阿罗汉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。须菩提，是若阿罗恒者，以须菩提实为所恒，而名须菩提，是要阿罗难诺心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否也，世尊。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否？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庄严佛土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生入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说：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环河沙，宁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子，以七宝满耳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子于此经中乃至受此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复此，须菩提，
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的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罗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既能受持世俗。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既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《金刚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如来有所法否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福。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；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于于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？佛曰：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子，以恒河沙等身名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的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而是须菩提闻说是经，甚谢，意趣涕泪悲泣。而白佛言：稀有，世尊。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入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世实相者，即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谢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谢受持，世人即疑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：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人如波罗蜜，如来说非人如波罗蜜，是名人如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割离王，割戒身体，我于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结界之戒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甚恨。须菩提，幼年过去，于五百世作人如仙人，于尔所施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佛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一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心不施，如人入暗，即无所现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心不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时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即为如来以佛智慧
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子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胜彼。何况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亦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思量无边功德。如来为法大圣者说，为法最上圣者说，若有人能受持、读诵、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世人、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无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为何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热见小法者，者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基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应恭敬坐礼围绕，以诸华香散其处。复此，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子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使人现世罪业，应堕恶道。以今世人轻贱故，现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等佛前，得至八百四千万亿挪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，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子于后世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心急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亦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而是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当生如是心：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矣，而吾有一众生实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其非菩萨所依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佛也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燃灯佛既不与我受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以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誓言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即诸法如意。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，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既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大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身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
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既不名菩萨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无有法名菩萨，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，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名菩萨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恒河中所有沙我，佛说沙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意恒河中所有沙，如是沙等恒河，而诸恒河所有沙，属佛世界。如是宁为多否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，若干众心，如来悉知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，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施以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，世尊。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失，如来不说得福得多，以福德无故。如来说得福得多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现否？否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现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，具足色身既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云云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现否？否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现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，诸相具足既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须菩提，如悟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二时，慧命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否？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，众生者，如来说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既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、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计亿，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于语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既有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既非有我，而
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，如来说其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须菩提于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而是世尊而说其言。若以色见我，以声你因生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现如来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，使用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人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我，世人不解我所说意，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子，以三千大千世界虽为微尘，于银河世微尘中应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即不说是微尘中，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中，即非微尘中，是名微尘中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须菩提，若人言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须菩提，于云何世人解我所说意否？否也。世尊，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，何以故？世尊说，我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既非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人。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其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须菩提，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子，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，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解说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